各位，好久不见了。你是？他是谁呢？他就是小虾米。你过得好吗？我的初恋。这感觉好熟悉啊！再见到他，我感觉像在做梦一样。你眼睛上是什么东西啊？没让你随便动脸的。这丫头绝对不行。调教老婆要记住，把对不起这三个字从你的人生字典中删除。删除。全套服务呢。好好好，这个呀等只有咱们俩的时候，然后你干什么呀？你不是很热吗？有些有些呀。我再也不敢了，老婆。